警报已查明，太空轨道 S2 变道点发生变道异常，失去控制。啊，太空隧道，小凯，动车运行情况。啊，目前有四辆宇宙动车正驶向 S2 变道点。预计40分钟后将在 S2 处相撞。什么？星空，立刻排查故障。啊！星空，立刻。原因不明。星空，命令你立刻排除。原因不明。原因不明。整个城阳都响起了安全警报，交通信号故障、断电、无人手术设备异常、公共软件也……好了。全体立即进入一级备战，这可是未来高铁城最高级别警备，一旦发布，执行。没那么简单，星空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又失败了吗？K31大门即将开启，3、2、1。预计还有28分钟到达 S2 变道点，通往 S2 变道点的太空隧道大门忽然关闭，无法进入啊！什么？离开这里！你还会说话？哇，简直酷毙了！你们的引擎在哪里呢？是谁制造了你们？离开这里！等等！亮亮，大事不妙！太空隧道马上要发生大爆炸了！小雨，发生了什么？据说是变道点失控，室里也混乱成一团，好恐怖！在哪里？谁在说话？好像是在 S2 变道点。喂，你要去那里吗？等等我！亮亮，谁在说话？你和谁在一起？我父亲已经带领工程队前往 S2。智能引擎才是最快的引擎。
起了。太空隧道内时速将提升两倍，坐稳了。没人比我更懂他们。下一个 C2 轨道与第四光轨对接。 C3 快呀、啊、大块头快，还有五分钟就要撞上了，什么东西捣鬼？这些机械失控了。那就消灭他们。不堪一击。101强制停止失败，第232强制停止失败。再试，必须要在冲撞前让他们给我停下来。是。头，你应该看看这个。这是，这个机器人是哪儿来的？他应该是在修复变道点故障，却遭到了工程机械的攻击。可是。工程机械怎么会主动攻击呢？根据调查，是这架无人机正在指挥这些工程机械发起攻击。这是为星空监测配备的铁道无人机。因伏击山得名，故有企族在周边居住，而又因曾发现伏击成印，故不其作伏击。
听我解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不是玩耍，是执着。第一，不可随意前往地上世界。第二，去地上世界执行任务，不可以暴露动车人形态，这是动车人世界的铁则。对，是铁则，是铁则，是铁则呀！我，其实，老人们的训导，你都忘记了吗？可是，人类对资源的渴望没有止境。如果知道我们的存在，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们就应该。是红剑长官。红剑长官，你来得这么好，大副他工作去。可是。红剑，谢谢。你破坏了铁则。最美味的鲅鱼饺子，悠悠。那个机器人是谁？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妈妈，你听我说，他是我的新朋友。朋友？他身份不明，非常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是他救了我，而且……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再给我添乱。老实待在家里，不要给我添乱。妈妈，开会。原来你在家呀，门都快敲坏了。是你们啊。难得的假期，居然自己在家中发呆。就是嘛。在研究什么呢？不要。神秘机器人。哇，昨天的事件中那个孩子就是你。快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。好吧。但你们要保证。这可是我们三人之间的秘密，我用机械师的名义保证。停！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了。涛，会不会是智能机器人？他的行为模式太像人类了，达菲。你们组全力调查神秘机器人来源。是。注意，在星空故障原因没有查明前，不要使用星空进行调查。这是。小凯，星空故障原因交给你们组。是。散会。星空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就是这样。这么说，星空真的出了问题？再强大的系统也会有漏洞。对，就像再精密的机械也会出现故障。可是，星空可是你母亲的杰作啊！你要如何调查星空呢？可以从无人机下手，盯住他们。盯住无人机？对，每架无人机在出厂时，芯片中都是装有定位装置的。这些定位装置目前还在工作。只要他们有任何异常举动，就让大副对付他们。这太酷了，我也要加入，也不能少了我。不好，无人机行动了，马上通知大副。等等我们。遇到信号屏蔽，上传失败。是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怎么能这么做呢？
无人机又开始行动了。必须立刻行动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可是，不管了，你们跟我来。还有我们。哟，酷毙了！这就是动车人。哇！坐稳。前方危险，躲在这里。带上这个。要小心哦。一定要阻止他们。收到。闪开！这些无人机的攻击。无人机每次变换阵型前都会向异地汇聚，他们很可能是借此接收指令。果然是这样，快打乱他们的阵型。看我的，到达了。就现在。这才是机械碰撞的炙热火花嘛。能源分布图传输完成，传输完成。传输？这里，他们到底在传输什么？四号程序倒计时，3、2、1。是吧？